大家好，我是走上上古海，今天继续带大家来欣赏一下我们广西北流白马镇的李氏的一个风水宝地。这个地名叫老虎靠逼，形就像老虎靠着山而坐的样子，也是当年风水大师王培天为李家所点的一个风水宝地。大家跟我们镜头一起去欣赏一下这里的风水和地理环境。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安台。我们再往左边看一下。再从安台方面往右边看一下。看看这个风水宝地的外形，它们左右的护月煞。我们在楼盘上面看看这个坐向的买放水。好，我们先过去看看这个来龙。我们推到外面去看一下。我们在外面看看周围的环境。我们飞回去看看这个月星。再看看这个过煞。我们在风水宝地的来龙上面看看这个朝山。我们在来龙上面看看这个龙煞。再往虎煞这边看一下。再飞到安台上面去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风水宝地的基本情况。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下脚掌下。